在现在晚上的这个时候，台风的中心位置逐渐的到达我们恒春半岛的西南方的海面了。不过对于我们的天气系统来说呢，因为这个台风即将要变成一个低压，它现在的中心风速已经几乎达到轻度台风的下限，所以呢对于我们的影响就在今天晚上的时候，要注意的就在于台东的山区跟包含了恒春半岛东边，也就加勒水道鹅銮鼻这一段的山区部分，要注意就是降雨的状况。那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呢？来看看礼拜六要出门去天气状况会是如何。我把它分北中南东啊，先注意到往北走，早上的时候如果有办活动，很多学校要办什么体表会啊或运动会的，明天都还蛮适合的哦，因为早上之后天气好。不过要注意啊，中午以后开始，尤其到下午以后，随着东北季风的增强，北部地区要转下雨了，气温的部分也会开始下降。所以呢，整体的感受上来说呢，明天的晚上温度跟今天就有明显的差距咯。接着到了中部地区呢，是日夜温差很明显。你到了中部旅游的话的天气状况来说，是中午暖舒适，早晚的天气状况偏凉，因为到了明天的下午以后开始，东北季风要增强了。但往南走的朋友，在今天的南高平你会感觉到零星的短暂雨，明天的雨要减少了，雨后逐渐的就转为多云的天气，中午的温度还是舒服有点热哦。但明天晚上开始呢，因为东北季风增强，南部的风力的海边会变大了，但东半部今天晚上的降雨状况主要就在恒春半岛还有包含的台东的部分有阵雨明显，明天的降雨状况到下午以后会明显的减少。今年的第25号台风呢，目前的话它已经逐渐的在减弱当中啊，到了礼拜六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的是东北季风要增强了。就来看什么呢？来看一下今天的降雨状况。今天一整天下来就只有在台东到恒春半岛东边的部分有雨，你看到就这一块，其他地方白的都没有下哦。但在西半部地区今天一整天的空气品质都明显的偏差，因为近地面吹着偏着西南风的关系。那这样的状况什么时候改善呢？会到了礼拜六的白天就会改善，因为东北季风在周六中午到下午的时候开始增强，我们的污染物切记哦，这不是大陆的污染物，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污染物，就会逐渐的被吹到海面上去了。接着我们就来看一下现在的色调强化的云图。台风系统的结构体来说，整个瓦解掉最重要的原因，第一个过了北纬二十度这条线啊，海温的部分不利于它的发展，这昨天我就讲过了。第二个，北方的冷高压冲下来，有没有看到高压的位置的冷空气已经逐渐的到达了浙江，到达了福建，即将要进入台湾的上空。所以呢，当冷高压下来，在高空场的天气形态来说先有变化，也就是说它的垂直风切发展对于整个台风系统非常的不利，它的强度快的话在今晚，慢的话在明天。今天的早上接近中午的时候，强度就要减弱，几乎要变成一个低气压。之后呢，会伴随着北方的整个封面带加速往东北的方向离去。那我接着我们来看什么呢？来看一下它的路径图啊。路径图上可以看到，暴风圈在现在这个时候有一点要接近到台湾，但是整体来说的结构体来说已经逐渐的瓦解，基本上来说这个台风系统只有对台东跟恒春半岛东边部分的山区会造成有降雨，即使刚刚在恒春镇那边的风力来说也都非常的小，虽然它离台风最近，但也可以注意到这就是一个轻度台风，而且是轻度下限的台风，当然只有对于我们的雨的影响层面来说就会比较明显，只有在台东到鹅銮鼻灯塔东边的山区。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这个时候的动态的云图，从云图上我们可以注意到12张云图12个小时的变化非常的明显，可以看到，看到没有，在今天白天的时候还有点像台风的云系发展，但结构体已经散了，到了今天下午到傍晚以后，你可以看到高空场的冷空气开始灌进来，它的整个结构体瓦解的速度非常的快，现在水系的发展都并入到了高纬度去了，所以整个水汽发展就会被高空场的水汽整个逐渐给抽离当中，台风的强度就正在持续的减弱。接着我们就来看一下地面天气图了。西伯利亚的冷高压的中心位置正在逐渐的南下，预估在明天的下午开始进到台湾的上空，而整个台风呢，快的话在今天深夜到明天天亮的时候强度就减弱。南边这个系统对我们没有影响哦，因为再来就是在东北风的环境场，所以呢这个系统就会通过吕宋岛南边的岛屿区往南海的方向走，那这系统对我们是没有影响的。接着我们来看什么？看看礼拜六的温度了。马祖的温度已经开始要下降喽。那到了金门会有点短暂雨后转多云，澎湖是一个多云时有点降雨的机会，因为东北风增强。对，澎湖海边的风会因为东北风增强而明显增大。到了北部地区呢，有短暂雨在下午以后，明天晚上的温度要下滑喽。到了东半部地区，短暂雨后转为多云，而在中南部多云时晴，南部地区的云雨的部分只有零星的降雨在早上。
上再来天气好转，但你可以注意中南部的旅游来说都是属于舒适的天气。小叮咛两件事情要提醒，最重要在于南部海域的风浪还是比较偏大，海边的活动或者是海边骑车的朋友要留意，还有山区啊有局部性的低云影响的雾哦，所以在山区活动的朋友要小心。姐妹们总烦恼脸上细纹、干燥与暗沉，现在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它添加五种 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强化皮肤修复，增加肌肤弹性水嫩，轻松抚平皱纹，换回青春自信。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护肤露、全效精华、精华霜，即刻启动冻龄密码。